我是大鹏生，我的花名叫苗仔，我在油麻地长大，但我没有学坏。我是五十年代出世的，我家呢是做面的，我很小的已经下来庙街的了，我夜晚十一点钟到呢我就要下来庙街等收钱，所以很多人都认识我，个个人都叫我做面仔。油麻地呢就是有两个大家族的，一个呢就是东莞人，一个是潮州人，但呢东莞人的家庭观念呢就比较最有凝聚力的。这条呢就叫石龙街，这条石龙街。东莞街、石龙街都是用晒东莞嗰啲地名，一方有难，八方会支援嘅。如果系数香港而家嘅十八区或者十九区咧，油麻地嘅居民咧，应该仲系最有凝聚力嘅。点啊，靓姐，阿靓妈，豆腐仔啊，一岁啦，一岁生日可以请佢食饭，讲咗就系噶啦，系啦，我记得噶，一定揾你啊。而家你隔篱屋，你姓咩姓啫？但系啲人会知咯。拜后啊，嗰个金鱼仔。喂，系，有咩事？哎，呢个老细嚟噶，啊，呢个介绍你识，呢个系锦兴老细。嗰阵时啊，呢啲系受保护动物嚟嘅。系受咩受保护？知唔知点样叫受保护动物？因为咧，佢哋俾人哋虾咧，就我哋去保护。我系呢一班人个头嚟。犀利喎！我哋玩炮仗啊，嗰雙響炮啊，擺喺度打，打嗰對要中出嚟打。你嗰天拍嗰間屋啊，俾我哋喺上面燒燒火箭炮啊，燒咗嗰間屋啊。咁犀利！唔係啊。我哋以前咧細個咧學功夫咧，就喺呢啲喺呢啲天棚上面。咁呢一座大廈咧。天棚咧，就系我哋霸咗嚟玩嘅。因为我哋人多嘛，边班人霸到边个天棚呢，就系嗰班人恶。嗰时我系冇肥肉噶，肥嘅嗰时。而家咧，我六嚿腹肌变咗一嚿。嗰個特色依然咧係每一晚咧十一點至十二係最繁忙嘅，嗰啲咕哩咧都係咦誒咁喺度推生果嘅，每晚都係喺度好繁忙咁樣上上落落，幾十年都不變。誒，窩打老道嘅果欄啦，廣東道同埋新田地街嘅五金鋪啦，上海街啦、砵蘭街啦，都係冇乜點樣變嘅。而家廟街嘅文化咧，已經係轉變咗好大啦。無論係榕樹頭嘅嗰邊，或者係榕樹頭嘅呢邊，以前嘅炒河粉啊、豉油黃撈麵啊、炸子雞啊、魚蓉湯麵，好多擺街嘅食品咧，而家已經係冇咗啦。風味咧，同以前已經係好唔同啦。時代唔同以前，以前咧就比較上咧就有啲排情，有啲感情，而家咧就現實咗好多，因為嗰人咧收入少咗，收入少咗，買啲嘢貨價貴咗嘛，每一個人咧都想買啲平啲嘅嘢，一家大細夾多兩字，生活比較好啲。全幫襯你咧，你唔需要黑下黑面嘅，唔需要唔開心嘅，當朋友啫嘛，啱唔啱講啊？
咁下一次佢嘅工就翻你噶啦嘛，系咪啩？始终都有少少感情嘅，话冇啊压力嘅，系咪啩？最紧要买乜嘢都好买，冇强迫噶。你搬你咪买咯，唔搬你咪下一次咯。油麻地嚟唔嚟有人？哇！我諗緊，以前唔係，你啲後生嘅咧，多數超級市場買嘢嘅，所以我哋啲街市就越整越少，越整越少咯。搬出去住，我唔會搬出去住，我住慣咗呢度，住咗幾十年啦，住咗三十幾年。啊，我哋嗰度拆啦，睇下到時幾時拆先知，唔知啊，而家話收購，我走咗後邊住。社會裏面都是什麼都有的。